8月22日消息，据媒体独家报道，即将于明年上半年播出的 TVN 电视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，金元熙导演和金英贤、朴尚妍作家在内的宋仲基、金智媛、张东健等出演演员以及剧组已于21日前往韩国扬州开始了作品研讨会。据悉，该剧讲述了上古时期文明和国家的故事，是韩国第一部关于古代人类史的奇幻电视剧，采取100%事先拍摄的方式制作，并于9月正式开拍。期待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